利未记七十章第一节，亚伯法对摩西说：“你晓得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亚伯法面前受吩咐不过行的是摩西，我犯了一天。”三百四十九的知识犯罪是百姓先猜出离去当被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缺的公牛都献给亚伯法为赎罪祭。四，他要牵公牛到闭幕门口，在亚伯法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载于亚伯法面前。五，赎羔的祭司要刺下公牛的血带到闭幕。六，把枝条斩在石中，在亚伯法面前对着新所的幔子弹射切切。切又要拔下石物在闭幕内亚伯法面前上坛的四角方，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闭幕门口凡祭坛的脚那里，把要把拔赎罪公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该仓的脂油和仓上所有的脂油，叫偏量的油脂和油脂上的脂油，就是靠油量旁的脂油，而干上的芒脂和油脂也可以吃下。十，而平平安安灌油上所吃的这样，只是要把这些烧菜繁殖的檀香十一，灌油的皮和油所有的肉变条腿仓库的本。十二，这位灌油要办到人爱结清自体，到会之所用火烧柴柴桑。三，以色列全体中若行了亚伯法所吩咐不过行的是摩西，我犯了罪是门而未先，体中看不见不出来的。四，体中亦知他所犯的罪，就要先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献到被幕前。十五，比众的长老就要在亚伯法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亚伯法面前宰了。十六，赎羔的祭司要刺下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十七，把枝条斩于石中，在亚伯法面前对着幔子弹射切切。十八，又要把石物在会幕内亚伯法面前弹的四角上，在把所有的血倒在闭幕门口磐石坛的脚那里，叫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吃下烧菜坛上。二十，烧食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只是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二十一，他要把牛搬到人爱烧了像烧头的跟牛一样，这是非中的赎罪祭。二十二，干将若行了亚伯法他上帝所吩咐不过行的是摩西，我犯了罪。二十三，所犯的罪是给指头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缺的公山羊为供物。二十四，按照在羊的头上，在亚伯法面前，在磐石前的地方，这是赎罪祭。二十五，只是要用枝条斩下赎罪祭献的血，抹在磐石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磐石坛的脚那里。二十六，所有的脂油只是就要带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只是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二十七，民众若有人行了亚伯法所吩咐不过行的是摩西，我犯了罪。二十八，所犯的罪是给提到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缺的母山羊为供物。二十九，按照在赎罪之前的头上，在那在磐之前的地方宰了。三十，只是要用枝条斩下羊的血，抹在磐石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三十二，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切下来，
进入去平安之心的自由之中，只是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三十二若人若欠一债，绵羊交为赎罪祭的供物，必有欠一债没有残缺的牧羊。三三按照在赎罪祭的祭神的头像，在那在盘祭神的地方宰了，作赎罪祭。三十四只是要用枝条浸下赎罪之神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就要倒在坛的脚那里。三十五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来，进入去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只是要按先给耶和华报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只是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